韩服的黄金到钻石的样子。这个眼是隔墙插过来的，好像这个眼这个位置是隔墙插过来的，他们没有来这个地方插眼，这是隔墙插过来的。越来越大的起点，越来越小的公园，越来越……哎呦，给他上去了。OK。不要过分的，也不要什么剑拿上头。哇，什么逼反应啊！哦，不是他这个，我都没反应过来 ，EZ 大招，我操！
哇 ，Q 空掉了，我来支援你了。저기미친날들고있습니다哎，完了！这颗果子把血回起来了。他吃果子把血回起来了，我的妈呀！动不动他们叫血脉压制啊！他好像并不是很懂，但是想来现在他应该懂。对，就这个灯牌啊！谢谢姐，谢谢送灯牌。我一失血，他死了。出个小兵枷锁，700块。打野的话，在强攻买增速的也可以，但是感觉更推荐强攻一点。强攻、豆腐者都可以啊，打野。还有什么梳妆？九头蛇的话要刷野，要刷野吃线啊，感觉我作为一个辅助不太好吃线。嗯，直接死亡都五百，我作为一个辅助不太好去吃线啊。九头蛇的话要吃线。上单打长城能带强攻吗？可以。带强攻的话，复习记得点坚定、坚决啊，就点护盾猛击加骸骨呗，或者说护盾猛击加复苏风。就复习不要点骨干什么的。有点脏了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没办法了。好，那其实吃了很多人头啊。我家可以死亡之舞的，得了吧，不能出那个九头蛇，我们是一个打野，我们是一个辅助，辅助不太好就吃队友线，你知道吧？不然的话队友不太够。拉谁呀？拉谁呀？帅，得把他辅助、啊。打野的话，如果这边肉多，可以出神门吗？可以啊，佩服。当然是可以出的。没关系啊，你们学我上分那是正常的。你们要没上分的话，那说明你们可能都没认真学，你知道吧？学主播情感上上分很正常的，这个倒没什么，你们上分太正常了。
敲可以敲起来。答案出神分的话，就得出九头蛇，赶紧把九头蛇做出来，不然的话你发野下不稳。这个确实，所以打野最好还是出三项，打野出三项发野效率会高很多。你学我清盖，你玩剑姬掉分的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要扯我头上。主播上次半夜抽号就打了一把重开，就好失望。下手，下次一个抽号的话，给你多打一把。然后那天打太久了，没状态。猫咪韩服的语音，哎，那还是没国服的好听啊。哎，没有几个语音是比国服好听。几点啊？两点钟吗？我还想今天几点下？我想今天几点下播呢？哥哥家，哎呀，主要我今天，哎呀，起风了，我们这边，我得拿什么东西挡一下，感觉有点冷，你知道吗？这手有点。手的指关节有点冻着的。啊，一点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，一点，现在是一点。我这打的韩服，所以会有一个小时的那个时钟会被调到韩国时区。现在是一点。对，韩国时间现在是两点。三狼一闪一飞到下路二塔怎么操作？从这里吗？从这里飞到这里吗？很简单，就比如说如果这里有一个人，你一技能挂墙挂到这里，然后闪现闪到这里，然后再二段一飞过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的。但这个实战意义不大，实战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画面的。南方没有暖气，而且今天感觉起风了吧。然后旁边有个窗户，那窗户关不拢。这波直接一闪一把拿下，这波是一个一闪一。其实这个一闪一没什么意义，但是就随便出一个吧，让他反应不过来，这个一闪一哥，主要是让他反应不过来，我们这个一闪一。这队友怎么感觉全都是肖带呀？金身躲一下伤害也别随便交的，无所谓。主播是不是觉得金身很帅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帅？你可能觉得我的技能有点浪费，我的金身我的闪现啊交的都很浪费，那我就问你帅不帅，就问你一件事情，帅不帅。
哎呦，差点死掉了，好恐怖啊！好害怕呀！哇，真的感觉有点冷，不是？为什么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等我打完这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为什么我说有感觉有点冷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冷？好吧，那我们掉一下小子。就这里是一个什么？这里是一个窗户，就是我的。摄像头是镜像，我说你们看到的左边实际上是右边。就包括这是我的右手，但实际上在你们角度看起来这是我的左手。就像你们现在你们去镜子里，然后扬起你的右手，你去看一下，你在镜子里拿起右手的人是，就镜子里的你拿起的是左手还是右手，你们就懂了。你们就对着镜子照一下，然后你们看镜子里你是扬起的右手还是左手。你们就看一眼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摄像头一般都开镜像，我的是开了镜像，摄像头一般都开镜像。我确实没有开窗户的必要。打一管蜜蜂胶吗？确实应该拿点东西给封住。他们在点打野和我。他们在点打野和我。最后一件做什么呀？做个春哥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真的，这玩意吹得我手痛，我的手再被这样吹，我的手要吹他妈吹出关节炎了。我的手再被这个风吹，要吹出那个了，就是冷风对着你的手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着你的手吹，我要拿点东西再挡一挡，挡一挡这个风。然后我也不可能戴手套玩游戏吧，对吧？这把可以骷髅喊吗？应该不行。我要不拿个不用的毯子或者衣服吧，桌垫感觉挡不住。